哦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大家绝对猜不知道，猜不到落日弥漫似水哟，大家绝对猜不到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因为我在想，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？包慧，包慧是谁？怎么可能？但你们猜的也有点道理，不重要吗？很重要。929是谁啊？哦，奶猪奶，好原来这样的啊！好了，大家猜到了已经。当然是俺们奶包啦。其实本来老刘是没有这个二号位音乐的，是吗？反正昨天临时调的，哎，好像有，就感觉老刘好像替过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俩跳这个了耶。下次想看我跳，上一次还是上一次，上一次还是很久了。我不明白老刘为什么不选那个名字。是整青吗？还是其他的？忘了那个叫什么青，老刘给我看的那个。还有一个，老刘只是给我看了，看了好多那种古风的名字。为什么弹幕不刷零了呀？这个时候就不是零了，这个时候就不是警铃，就不是灵儿妹妹了。考虑和蕊子一起吗？真的，弹幕没有一个人刷零了。什么虾兵蟹将？他俩好中二啊！我又想到了泰坦尼克号，而且我说我看过泰坦尼克号，但其实我只是看过 cut， 没有就是在抖音上看过 cut， 但是并没有真的看过。然后老刘那天非要搜了给我看，把他们从头到尾他都给我看了一遍。有被他们那个就是震惊到，还是零，有了，看到了一个零，零，精灵妹妹，他们说包哥是一，精灵是妹妹是吗？包哥是一。怎么这个样子啊？乔石很甜。